台湾手摇店的品牌非常的多，现在网络上出现了一份饮料王大测验，专为手摇爱好者特别设计的，就是要测试看看谁是达人。题目相当的逗趣，像是哪间店的珍珠大小跟其他家店不同，就连吸管的粗细也能够变成考题。冰块还有一颗颗超大猩红草莓，跟着倒进果汁机，这充满恋爱感的草莓芝士奶盖，甜甜滋味融化少女心。还有这杯典雅渐层芋泥鲜奶红茶，如获不少消费者。台湾人爱喝手摇杯，品牌也多到爆，竟然出现手摇达人大测验。网络上最近流传这一份饮料王大测验，您做过了吗？来测试看看，您可以答对几题？直觉好了，翡翠柠檬。那我换我。百香摇果乐，好啊，那什么青柠香茶，啊，对了 ，Coco 是哪一个？哦，在上面吧，中间吗？哦，答对了。图片题、文字题，通通都来，但想成为达人可没那么简单。还有这些考题，您会吗？像是哪个品项珍珠大小跟其他家不同，甚至谁的吸管最细，也能变成题目。超逗趣问答，民众简直无法招架。就你不会记哪一家吸管最细啊？这个还蛮有趣的。就平时对，不会平时不会注意到啊。台湾手摇店竞争激烈，根据网络调查，梧桐号拿下冠军宝座，第二跟第三名分别是马古茶坊还有春水堂。这饮料口味百百种，达人之路看来走不到尽头。记者张小媛、吴振宇台北采访报道。